两个守雷，我马上就来。好，你小心点。哎，我必须把这个洞口炸塌，不然他们谁也逃不出去。在这儿呢，回头，回头，回头。看你还往哪儿跑！住手！大家等一等，等一等。等等，小何，他还没过来呢。就剩你了，其他人呢？你过来，你过来，我就告诉你。我来了，他们人呢？小何，小何，小何，洞口堵上了，小何怎么办？我怎么这么糊涂？小何是故意留到最后的，他早就准备好了，炸了洞口，掩护我们，不让敌人追上来。我怎么这么傻呀？头，咱们现在也回不去了，要不再想别的办法救他们吧。走吧。
然不吃软的，那哥就给你来点硬的。我也他娘的不干黄历了，就今天晚上拜堂成亲。弟兄们，今天是我金二响大喜的日子，我娶眼前这位卢小荷做我们的压寨夫人。待会儿呢，弟兄们一定好好的给我热闹热闹。金爷，您大喜呀！今儿您除了那个老东西，万家庄换上了金字大旗，您又有了这压寨夫人，真可谓是双喜临门呐。还不赶紧的，把新娘送上来。放开我！金儿想，你想得美！谁要做你的压寨夫人了？你把老爹给放开！放开！原来你这么烈性！我告诉你，不管你多烈，我都喜欢你。弟兄们，你们是了解二爷我的。二爷我一不逛窑子，二不找女人。可自打我看到他第一眼，你们猜怎么着？哪个？说呀！我就喜欢上他了。这叫什么？这叫王八看绿豆。对。不要脸，谁跟你对上眼了？你把老娘放了，放了！金爷，这小娘们可是野性难驯呐！啊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华爷，这个新买的牲口不上套，不过没关系，我今天有的是时间，待会儿入了洞房，我会让他慢慢的老实。啊！好嘞，新人送入喜堂。是我大喜的日子，都给我放开了喝，不醉不归。
我对你的心思你也知道，就一句话：给我金二想当压寨夫人，没辱没你。走！你也配？我金二想，你也配？ 老娘心里早就有人了。是谁？我的心上人，他是一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，他是一个真正的大英雄。我的心里只有他。 你想让我嫁给你这个死土匪，老娘宁愿去死！臭娘们，你别不识抬举！我告诉你，你的大英雄是不会来救你的。今天这堂，你办也得办，不办也得办。嗯，是。 如果我没猜错，方良山就是卢小河的意中人。今日，方良山可是我们共同的敌人。哥，冯良山，哼，你想坏我的好事儿，没有你想的那么容易。我先把生米煮成熟饭。 看你到底能把我怎么样！闪开！你放开我！放开我！送入洞房！快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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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现在知道怕了，刚才不是挺冲的吗？金二祥，你要干什么？这里是我们的洞房，你说我要干什么？等我把事办完了，你走到哪儿都是我金二祥的人。 哥，你快看后面的烟花，真好看，就好像专门为咱俩放的似的，是吧？啊？傻丫头，啊？那是土匪召集人手的信号弹。那我不管，只要跟你在一块儿，我什么都不怕，什么都好看。
小芳，来。哦。你先坐一下，哎。哎，慢点。你先坐一下吧。哦。我们歇会儿，变一下方向。哥。啊。你是不是特别累啊？我可以自己走，我真的可以自己走。哎，别动。你受伤了。来。让我看看你的伤。能动吗？嗯。别动啊！哥，今天你要是没来救我，我要是真落在那帮土匪手里，我都想好了。无论怎么样，我都不活了。说什么傻话呢？我没说傻话，我说的是真的。嗯。
兔崽子，你们溜得倒挺快。哼，撤！走，快！混蛋，小心点！是。唱平替的跌跟头，丢人大家伙！好好的去找美食，活生生让他给搅和了。不就丢了个压寨夫人吗？就乱了阵脚了。去给唐先生搬把椅子来。是。只要我们大事一成，你要多少女人？不行，这帮共党确实不好对付。哎，咱们的事儿可别毁在他们的手里。放心吧，共军在叶州本来就没多少人，他们是虚张声势，不足为虑。只要我们顺利找到土龙堡，得到那批精良武器，别说区区叶州，整个西南都将牢牢掌控在我们手里。你说的倒容易，现在煮熟的鸭子都飞了。那个韩露心在尖刀队的手里，可土龙堡的地图在韩露心身上。你这话的意思是担心我对付不了尖刀队是吗？我可以实话告诉你，我都安排好了。眼下我们要做的就是稳坐钓鱼台，等着把那幅地图拿回来。哎，老蔡，怎么样，人到齐了吗？就等你了，你到就齐了。太好了，你们总算是回来了。土匪都打跑了吗？打跑了。那是我舅舅出马，那土匪能经得起两下打？蔡连长，这儿安全吗？这是我们一个秘密据点，没人知道。而且呢，我又派了人轮番在外面蹲守警戒。放心吧。对了，韩露心呢？韩露心不是一直跟着你们吗？他人呢？怎么着？韩博士，出来吧。蔡连长，哎呀，舅舅，你可真有一套。韩博士，委屈你了，没憋坏吧？啊，没关系，就是还要辛苦大家保护我，实在是拖累大家了。哎呀，拖累什么呀，我们的职责就是为了保护你，你没事就好。哎，我就说吧，我那个鹰羊肯定灵，咱们这次啊肯定完成任务。哎，蔡连长啊，服了呀，这居然还有这么大个密室。你说刚才我把这个院子仔仔细细的搜了一遍，我也没发现呢。啊，那么容易发现的话怎么藏人呢？韩博士可是大人物，他藏哪儿我可谁都没告诉。如果把他弄丢了，我只能把自己崩了。蔡连长，哎，
走。行了，你要记住，只有党国不倒，我们将来才会有好日子过。好了好了，等我安排的那个内线拿到土龙堡的勘探图，咱们就有了资本。只要我们打下白夜城，我们就能早一点结束在这个土匪窝里的生活了，啊！哥，他怎么了？有人下毒。应该是三唑仑。那是啥呀？跟蒙汗药差不多，肯定是趁韩博士睡着，从鼻孔吸入毒药，导致他短暂昏迷。我刚才隐约感觉到有人，然后就失去知觉了。我努力保持清醒，但是那个人影已经不见了。还真是奇了怪了。糟糕，勘探图丢了。